应该讲明年奥运会也是主打队员。对，其实老二传是非常吃香的。一下反击机会，好球，接到后排断放。金霞这边在接应位置上打了一下，啊，网技术，防守取位非常好，好球，垫的不错，辽宁队不错，防守不错。这是教练的临场一个指挥了，这球立得很高啊，好球，宋美丽非常敢打，打了条直线，接力切了一条小斜线，发得不错，好球，宋美丽这个球敢打，切了一条小斜线，发球找了王梦洁，好球啊，轻拍得手，好球好球好球，基本不给闫妮打，今天宫美子不错，防守一传都有，对，今天宫美子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，两个队相比，辽宁队的防守也比山东队好，辽宁队好在什么地方呢？有个丁霞在里面串联，嗯，这一传是直接过网了。宋美丽的防守没有能够起球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山东队是以25-21大比分3-0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